清风者，你在我群里卧底很久了，以前我踢你一次又一次，然后你每次被踢的时候，你都会加我，然后问我为什么把你踢了，因为我早就观察你就是个五毛。后来你一再的要进群，我觉得吧，既然你是五毛，你只要是没在这里替恶党唱赞歌，没在这里替你毛野爹唱赞歌，那么留在这里也无妨。我就看你能憋多久，就你们这些斯文痞子五毛，比露出獠牙的五毛更邪恶、更可怕。清风者，就你刚才楼上那句话，说我，别人给我发红包我就不骂，不发红包我就骂。你说就这一句话，就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个渣子在胡说八道，你这张嘴脸是多邪恶？还给我发红包我就不骂，不发红包我就骂。我发红包的时候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眼瞎了吗？我还跟你爹搞破鞋，搞个稀烂嘞！我操你大爷！听风者，就你这种人渣，我不骂你，留着你啊！天爱从来不骂人，骂的都不是人，知道没？你眼红了，发红包多了，我现在都收50-60万了，我气死你这傻逼！这是个民主群，是你建的不假，但不是说的你的个人的舞台秀。清风者，像你这种装逼的女人，私下里搞破鞋，搞他妈那稀烂，还说我这个群里又他妈怎么恶心了？恶心你怎么不退？我为什么踢你一次次你还进来？你这傻逼五毛，你卧底人渣你！天爱，你不要搁那瞎逼逼了，不是那个事儿吗？有人给你发红包的，你替他后半辈儿。你无论这个在群里边怎么骂你，怎么标榜，你一言不提人家，没给你发红包的，同情你，关心你，你张嘴就骂人家，干你千里之外，操人家大爷啊！又整个谁真心给你发红包？你知道不就认为没给你发红包吗？就变成假关心你了？你别弄的假惺惺这一出了，你是不是憋的你啊？大元帅说的一丁点儿，这是个民主群，是你建的不假，但不是说的你的个人的舞台秀，不是让你秀自己呢？怎么算民主啊？整天毛摸的那毛魔鬼恶党，这就算民主了吗？你做了哪些民主的事儿啊？那么多个五毛，成天你干他，他干你，约你炮，你就愿意跟人家打情骂俏，所以你就不踢人家是不是啊？有的人在群里边不言不语，就证明是五毛了。你想踢你就踢，所有的人只要不合你心意，你张嘴就干人千里之外，操人大爷！你是个啥呀你啊？你。大元帅说的一丁点儿都不假，你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，要这个红包，要那个红包。你这么有志气，那么有志气，群友给你发的红包，你有志气，你干啥收别人的红包啊？你又不提倡捐款，不提倡捐款，红包你为什么要收呢？你瞧不起农民工，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口口声声张罗民主，啊，农民工埋汰，农民工没钱，有钱的老外，现在有一个共产党有钱，你乐不得给共产党舔屁股去都。偏爱哈，只要是女人，你张嘴就是人家搞破鞋；只要是男人，说骂操你大爷，跟你乱搞，你乐颠颠的，你成天你生殖器不离手，柔蛋不离嘴，又长了又短了，你恶不恶心呢你啊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民主啊！如果民主人士都像你这样式的，所有的天下百姓苍生宁愿受着共产党的统治。清风者，你这个老妓女，黑龙江就出妓女，出卖的，出当小三儿的，就没什么几个好东西。好东西有没有？有，少。就像你这逼货，就是个五毛逼，知道没？我操你大爷的，闭嘴，人渣！听风者，你就是个破鞋，你自己问问你良心，你私下里搞了多少，知道没？哎呀，嫉妒天，有人给天发红包，嫉妒了，气死你，收50-60万了。知道没？哎，还不发红包我就骂，我骂你爹了，我还是骂你妈了。你这个老妓女，你闭嘴！我不是听风者，我是他的朋友。我一直看他在群里边发这些信息，我也看他你说他是五毛怎么样怎么样？他提倡民主的时候，你不知在哪个窟窿里待着呢？你不要嘴上挂民主了，你有啥民主意识啊？你为民主做过什么贡献？你是声讨了，是声援了？那么多民主运动，这运动你给谁寄过一分钱吗？你帮助过谁吗？你参加过游行吗？你只是配在这个群里，整天毛魔鬼揭发恶党，要不然就说你小的时候怎么怎么苦，你那个年龄，那个年代谁家不苦啊？这是你让大家唤起大家同情的理由吗？
只要是女人，你保证就说这女人长得怎么怎么丑，又乳房是硅胶，又搞破鞋，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。你这个人，你是不是闲的这么多年没人搭理你呀？没人搞你呀？把你憋成这样了，你咋都？这样的话你可以倒贴呀，流浪汉有的是。孟哲，我就看你这老妓女能装到什么程度，终于憋不住了吧，也开始骂人了吧？切，天是干什么的？天大智慧，就对你们这老妓女，我都能给你们打回原形。我操你大爷的，操你血爹的！农民工都不惜尿你呀，你还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吗？你拿这个群真当你个人秀的一个舞台了吗？把民主口号挂在你的嘴上，瞎了这个民主这两个字，你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，还民主的舞台，群里边没有几个人没挨过你骂，你想骂谁就骂谁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呀？你算个屌啊！还只要是女人，我就说女人长得怎么丑。我还说你妈丑嘞，你妈不丑，能生出你那么丑八怪的个垃圾出来吗？你妈丑的那熊样还搞破鞋，你看你个渣子货，你闭嘴！我要是跟他搞破鞋，证明我有魅力。你想跟别人搞的，没有人跟你搞啊，所以把你憋成这样啊。我只是看他气不公，明白吧？我看这些聊天记录，一直每天我关注你在群里边你的所作所为，你的一言一行，我只是看气不公。大元帅无论他是不是个牛逼货，他说的一点不假，说的完全正确，评价你现在评价的太透彻了。听闻者，黑龙江就出现你们这样妓女，这已经是全国公认的了黑龙江那面妓女5毛特多，要么就做一小三儿，拆人家庭，你破鞋好吃懒做。听闻者，你还看气不公？你是嫉妒，知道没？追天爱人那么多，你嫉妒？你这老破鞋，你嫉妒啊？天收了50万红包，你嫉妒啊？气死你！你个老破鞋，你卖转圈卖，你还没挣着钱，我操你大爷的！知道没？听风者，就你这黑龙江老妓女、老鸡婆子太多了，妈全国各地卖，深圳、广东全是你们黑龙江那边老妓女，哎呀个老破鞋，卖不着钱，跑那个微信群，那个假充民主，你看你朋友圈去，他们连一个民主贴都没有，你个老破鞋，你还装什么？听风者，看你朋友圈连一个民主贴都没有。以前我踢你一次，你进来一次；踢你一次，你进来一次，还问我为什么把我踢了？天，你个老妓女，你为什么踢你？你卧底在我圈里干什么啊？看哪个有钱男人，然后加人私信好友，跟大哥来嘛，快来嘛，大哥，给点钱就行。你个老破鞋。听风者肯定是敢发誓没跟男的搞破鞋，不是，是不是这个群？因为听风者本身就是个男的。个老破鞋你，听闻者，你这个老破鞋，你以为上天爱群挑衅挑衅，让天爱骂骂你，然后觉得让群友看看天爱素质差，然后你素质高，是不是？不好用，在我群里你哪不了解我？再说了，不用我群，哎呀，整个微信圈里你都知道我哈，嘴巴臭，没办法，就这样，骂的都不是人，骂你们这人渣、老破鞋、老妓女、老流氓，该骂。但是听风者即使这辈子没见过女人，他也不会上你。你让他恶心，太恶心了！你整天打着民主的旗号，原来为什么听风者一次一次想进来，觉得这个群真的提倡民主，大家互相揭发一些自己看不惯的事情，没想到现在你真心面目逐渐浮现在水面了，实在控制不住了，太恶心了！这是个什么群呢？简直就是个淫乱群，以你为首的，你倡导的，整天操不离嘴儿，屌不离手。除了生殖器就是鞣蛋，你恶心吗？民主就是这么你这么提倡的吗？你看没看见你这群里边所有的有素质的人都走了，要不然就一言不发，就看着你在表演，看你憋成这样都。群里边所有的群友，只要出来说话的，没有一个不挨你骂的，你算啥人物啊？民主是这么讲的吗？要是说这种民主整天受着你的骂，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享受这种民主的。我是什么东西？我比指正要比你强的多的多。我不会虚情假意，我也不会打着民主的旗号，高举民主的大旗，骗红包，骂这个骂那个，过嘴瘾。听闻者，我整天打着民主旗号，气死你啊！知道没？哎呀，不打着民主旗号，能有人给我发红包吗？我都收50、60万了，
气死你！你卖币都没挣着钱，你看我推动贫穷民主就挣钱了，哎，这气死你这老破鞋，黑龙江那个老妓女啊，知道没？拿人听风者的微信，拿自己微信讲来，你这个老破鞋你，你卖币都没挣着钱，天天推民主，你还挣这些钱，眼红了吧？嫉妒了吧？而且那么多人追钱，排队都不算，光擦汤就300多万，气死你这老破鞋！还整个你管大元帅要5000块钱房租，管大元帅要一套房子，是你调侃？那是你调侃吗？那段时间每个人都在关心你的动态，都在说的为你捐机票，让你出谋划策，想让你上哪上哪。实际你每天你都在关注微信群，你搁那眯着不吱声，最后你张嘴要人大元帅5000块钱，给你拿房租。又要人家拿机票，又要人房子。你现在你来说你是调侃，大元帅把这事说出来了，你说你调侃，开玩笑的意思，你真的是没达成，你知道吗？你给你自己找借口呢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你不要再变白了，白的说不成黑的，黑的你也刮不了白。哎呀，又什么谁都不怕，又炸这个炸那，你炸个头啊你呀！一个邻居娘俩给你打的哭爹叫娘的。你老实几天以后，你又再也不怕，献出生命你也都不怕，憋成这样你都受不了了，你不怕这个不怕那个的呢？这个群实在让我太恶心了，听风者退了，拜拜了，亲爱，不看你表演了，不听你成天操这个操那个的了，你让他恶心了，退了。听风者，黑龙江就像你们这样老破鞋，这个你不得不承认吧？全国各地做鸡的，全是黑龙江，大部分都黑龙江那面的，是吧？黑龙江哈尔滨的，而且呢，餐饮家庭做小三儿，全部你们那边破鞋。然后你们那边除了出破鞋、出妓女呢，就出什么呢？就出5毛多。你看你的朋友圈，一个街霸恶狼罪行贴了没有？你个老破鞋，你还不承认你是5毛？听风者，你看看咱这小样，相由心生，长得哈。慈眉善目的，再看看你老破鞋，来，把你相片发上来，来，我看你老妓女长什么样，来，敢不敢像我这样发相片？你个老破鞋，露露脸，来，让大家认识认识。听风者，你他妈的就造谣吧！我认识天爱大半年了，我给天爱连一分钱的私包都没发过，人家怎么不提我呀？哎，你这个造谣的混蛋呀！听风者嘛，他就是听风的嘛，他听嘛，他到处乱听呗。听风者不是到处乱听，是到处乱搞。这个女破鞋啊，在我群里卧底很久了，我踢了好几回，因为她在里从来不说话，看她的朋友圈一个民主贴也没有，结果踢一回下一回，然后呢，这回终于憋不住了。她卧底在我群里干嘛呢？看哪个男人条件好、有钱啊的嫁人，大哥，加我好友吗？大哥，给点钱就行，大哥。你来嘛，知道没？听风者就是一个老妓女、老破鞋哈，知道没？海洋，你这个小人渣，你给我闭嘴！你才是一个不男不女的东西，海洋！你在这里从来就没发过揭发恶狼罪行的帖子，你这个小5毛渣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跟你说，海洋，天不是傻子，轩轩哈，揭发恶狼罪行比你们这些人给力多了，而且呢，你们这些人渣从来没揭发过恶狼罪行帖子。海洋，我就没看过你有一个揭发恶狼罪行帖子，知道没？听风者，厚颜无耻的老破鞋、老妓女，你是自己滚出去呢，还是让我干你千职呗呢？你个厚颜无耻的，一次次加我，还问我为什么踢你？你这个老破鞋，你今天终于憋不住了，想出来用这种方式表达，让好友看看你素质高。说天爱素质差，你个老破鞋，你素质高也骂人啊？终于憋不住了吧？我天爱终于把你打回原形了吧？你个老破鞋，你个老妓女。作为群主，你应该宽容。作为一个老破鞋，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他。游走在微信圈，天爱什么样鸟毛没见过啊？披着民主外衣、斯文痞子装的、伪装的5毛渣子，什么样都有啊！露出獠牙的5毛，斯文痞子5毛是最邪恶的，啊！我到各个群里去转发揭发恶党罪行帖子，结果呢，露出獠牙5毛，胡来啊、活雷锋、小东啊等等吧，那些人就出来围殴我，围殴我，我只要一骂他们，哎，跟他们对骂，斯文痞子5毛就跳出来了。你看天爱这素质这么差，群主踢人踢人，他们骂我他不说，结果呢，有那群主傻逼呢就给我踢了，
当然了，现在我叫去我都懒得去，我这么多群都忙不过来，知道没？傻缺货。研究员，作为群主，我得宽容，我不是男的，我是男的，我直接搞他一下，给他点钱，要不然你去给他搞他一下，给他点钱，知道没？他现在就缺钱。研究员，你替我把他，给干了。我嘛是个女的，没法干。我就能干大爷，干女的我干不了，我不是同性恋，知道没？是管理员，管理员没，你受命我为管理员吧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能随便干，那干那要这就远走。对不起，我这个人洁身自好。研究员，我不是让你用生殖器干的，知道没？那样你破鞋都有艾滋病，梅毒大肠艾滋病，咱不能用生殖器干的。你用什么干他？你用烧火棍子干他，知道没？嗯。那女破鞋啊，就得欠干的货。我操他大爷的！你看看装逼的货在这里，出来装一顿逼，让我骂老实了。你这不贱货吗？妈，本身黑龙江那边老妓女、老破鞋又多，小三儿又多，然后好吃懒做又多，还出来搁这装呢，装着还露馅了。我操他大爷，没装住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知道我和天爱之间的感情，天爱是个好人啊，真的不容易。但你现在身体好了吗？研究员，我不是让你哈用你的身体干的，用烧火棍子干那女五毛，给你女五毛你破鞋全给他底儿干掉的，我操他大爷的！啊，不能拿我说事啊，咱他妈老老实实一人啊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真没多，哎嘿哎嘿真没多，说走咱就走啊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哎呀，天爱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养养身体，不要受累了。你是老老实实的，清清白白的，你是老老实实专门研究的。啊、哦，其实真爱，我挺喜欢你的，真的挺喜欢你的，我也很支持你。天爱，研究员，结婚了就别想三想四想大令，知道没？有女五毛出来装逼，你就拿烧火棍子干他。我聘请你为当这个群管啊！我操他大爷的！哎，女破鞋吧，女妓女吧，还跑这当五毛嘞？你看那朋友圈你就知道了，他是不是个五毛渣？大家看看听风者的朋友圈去看一看，一个民主贴没有？再看天爱那个朋友圈里，再上天爱那个空间里去看一看，我操他大爷的！哎呀，还说我披着民主外衣又骗红包了，我操你大爷的！我骗红包，我连你爹都骗了，我操你大爷的五毛渣子！你有女破鞋，听我惹你女破鞋出来来。首先，我他妈谁也不干。我最近喜欢唱吗？高兴了唱一唱，今晚喝了点小红酒，所以哈尽兴唱一唱。再说了，我这歌声多迷人嘛，不要这个样子嘛。有好多男人喜欢听我唱哦，知道没？好多男人听我唱，他们小鸡鸡就有反应了，知道没？那没办法，天爱的小歌声就是迷人，知道没？那天爱唱一首，让我听听，听听下线来。我气死听风者那老破鞋老妓女了，那老妓女出来挑衅我一会儿之后，哎呀，让我骂没电了吧，老破鞋！你这个老妓女出来来。天爱今晚喝了点小红酒，跟你站一会儿。你老破鞋，你个老妓女，哎呀，最近卖不着钱，在我群里装吧装，装一装，然后让男人加你，然后给你点给你点钱，是不是？老破鞋，天爱不用装，照样有人给钱啊，红包有四，天爱今天收红包收了50多万喽，知道没？共产党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，唱着山歌。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，党的恩情比海深。共产党小喇叭广播洗脑，现在开始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真没多，真没多。说走咱就走啊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
知道没？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五毛出来该骂就骂，知道没？该开炮就开炮。好了，不跟你们扯鸡巴蛋了，我给你们治疗一会儿阳痿早泄啊。还有那老妓女呢，嫉妒的哈，我让她嫉妒，继续嫉妒下去，我不让她忌火焚烧，让她让她自己嫉妒的火焰烧了自己。我操你大爷的，你个女破鞋，听我者，你个女破鞋，今儿怎么好受了？骂完一顿好受了？你这个贱货，你想给天干败？我操你大爷的，五毛渣子！你们哈再修炼十年哈，就你们智慧都不够，五毛渣子！我操你血爹的！我认为吧，不管干什么，只要靠劳动吃饭，光荣，知道没？别像上面楼上那个听风者那个老破鞋子，那个老妓女，啊，卖不着钱了进来装逼，装完了就是一顿骂，哎，这贱货骂安静来，老实来来，贱货，你说欠骂吗？严玉元也是一个哈，重情重义那么一个爷们儿，人家有老婆，你们不要瞎乐了，他老婆管账，我能管账吗？知道没？天，我跟你讲，绝对不会去拆散别人家庭。天下光棍男人多如牛毛，干嘛要找人有家庭的男人呢？那是不会的，这点咱放心。在我心目中哈，就是在我崇拜的偶像，他也有老婆，我也不会去跟人家的，知道没？天哪，蚊子，天爱，我操！我手术时候，天爱把我弄出去，那不可以，那研究员，尘埃啊。他就是嫌蛋疼奶疼的货，陈爱是个女的，他嫌奶疼，而且两只都疼，你别听他瞎乐了，你不用搭理他。钓钓鱼是大连人哦，大连五毛也挺多哦，派出所警察五毛也挺多，我们家那派出所有个警车上还挂着毛的魔鬼的象征呢，所以中国受毛邪教思想洗脑啊，很多人呢已经失去人性了，知道没？所以说，但凡有点人性都不会宠毛，宠毛的我跟你讲。他都已经哈被毛那个邪教思想中毒太深了，怎么说好，内心哈都是病态，知道没？都不正常的货。这等于是吃毛粉啊，我直接我在群里就退出来了。钓的鱼他不能是五毛吧？他加我好久了，我也没看他朋友圈，而且他是大连人，他没出来替恶党唱战歌，没替毛魔鬼唱战歌，我就不替他，知道没？我希望，很多毛粉通过在我的群里学习，都能哈怎么说觉醒吧，知道没？中国毛粉太多了，咱们就要唤醒毛粉嘛。根深蒂固的五毛是唤醒不了的，他们都是已经变成魔鬼了，知道没？研究员，你看你哈，太斯文了，也不会骂人说话吧？语言还跟不上，语言还跟不上节奏，不行，你得锻炼锻炼。我这嘴巴吧，说句心里话，没当主持人都白瞎了，知道没？素脑粉不要紧，在我这里通过学习，啊，赶紧觉醒，别做傻逼。作为一个人来到世间，靠自己劳动吃饭，凭什么要崇拜一个人，崇拜一个组织？那全是魔鬼，崇拜他们干什么？还得为他们卖命，然后还得跪在他们脚下喊他们万岁，你不傻逼缺货吗？那脑残吗？我独裁个屁！我他妈又没想当国家领袖，我又没想当领导。你看当年被毛纠集起来那些好吃懒做人渣替毛抢山头，那毛得到山头也没让他们过好日子，大饥荒饿死的饿死，文革斗死斗死，他们一个人没好过，知道没？哎呀，打地主打土豪，分田地分财产，睡地主小老婆，然后解放后每个人分一个女学生，你也看最后那解放后呢，什么叫解放？我操他大爷的，共产党抢上山头就叫解放，然后呢鸟毛也没得到，斗死斗死，饿死饿死，知道没？所以说替土匪抢山头肯定不会有好下场，知道没？怎么样，中国同胞一直在杀自己同胞，一直在做毒食品的，看看现在上医院去看看，那医院里的癌症病房人满为患的，全是年轻化，现在都儿童化了，知道没？最小的癌症都五六岁儿。所以说想想这个国家能好吗？中国人呐，这种恶毒，这种没有人性，都是共产党洗脑洗的，五千年文明历史，文明个鸟毛啊，中国五千年没有什么文明历史，都是打打杀杀，帝王土匪头子利用老百姓替他抢山头，抢到山头之后呢还得跪在帝王脚下，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这就是人愿意当猪奴的下场。
我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哈，金宝啊，这一上午这一天一直加我好友，加我，我说你把头像给我换了，他头像是站在毛魔鬼的雕像下面照那个头像，我说你换了，然后加我可以，以后别捅毛啊，他说信仰自由，我说你捅毛不叫信仰，你捅一个杀人魔鬼邪教头子能叫信仰吗？然后他把头像换了，我现在加了好友了，我把金宝拉进来，大家批斗一会儿哈。等会儿金宝进来，大家看看头像换没换。一开始的头像是站在某某鬼雕像下面照的，我说你把头像换了，还站在某某鬼雕像下面照的像给换了，他换了，现在换了啊。等会儿叫他进来啊。我现在也是骂金宝劈头盖脸的骂，前天还是昨天被他们拉到金宝群里，我在金宝群里一顿开就开战。几个大五毛围殴我，金宝一开始也骂我，后来不骂了，反正把我的相片啊批上字，说天爱只有嫁给金宝会幸福。然后呢，金宝呢那个群儿的围殴我的五毛，我干一会儿，我不愿意跟他们浪费时间，干一会儿之后轰一会儿炮，我就退群了。退群金宝就追着我加我，天爱你为什么退群了呢？我说你把头像换了，以后你别再捅毛。我就加你，他说好的，我换头像了。然后我说以后捅不捅毛了？那信仰自由，我说那不叫信仰，捅这个希特勒毛魔鬼毛希特勒杀人头子邪教头子，那不叫信仰，知道没？好的，他既然好的，我就加他了，知道没？你说这话我都想吐，还被金宝占便宜，要说你什么好？哎呀，这金宝那长得贼眉鼠眼那个熊样，哎呦我天，你怎么想？哎呀，最亲爱的人呢，排队的不算，光他当就300多万，能淋上他吗？傻缺货，老实人，我啊，天天都在收红包，有人给我发我就收，气死你们这些渣子，知道没？老实人，收红包不是天爱要的，到任何一个地方记着，不是天爱要的，是别人给的，那不叫骗，天爱从来不搞募捐。凡是来我群搞募捐的，我都干千里之外，知道没？我全部叫停。天爱就这一点好，活着有骨气。但是结缘的好友给我红包，我收红包跟你有关系吗？气死你们这些五毛，知道没？老实人，眼红了吧？天爱，这自从在微信圈推动民主，都收了50-60万了。有一天就收了3万多，生气吗？那没办法，人愿意给，有时候我不要啊。都给呀，啊，心疼天爱，天爱接的善缘，广结善缘，知道没？你们这些渣子眼红吧，有种眼红共产党官员去，共产党官员抓起都是几千亿，啊，都上秤称，都数不过来了，21吨、25吨，你红眼共产党官员，你才是本事，你才是真正的哈，哎，有骨气的人。你红眼一个小民主圈收了个小砖包，你都气得要死，我气死你们这渣子！老实人，我要努努力哦，50万人民币才收50万人民币，哎呀，不是美元哦，我要收50万美元就够过了，小车小房都有了，哎呀，所以说呢，这50万人民币在中国还不够买套房。老实人，你愿意的话，你给天爱发红包，天爱也要，知道没？只要坚持，梦想总会实现的。老实人，你出来，我一定要坚持我的信念啊！你要给我发红包，你就出来也给我发哈！只要坚持，梦想一定会实现的。习大大都说了，只要坚持，梦想一定会实现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都收红包都收了50-60万了，我要坚持下去的话，50万美元差不多，现在是50-60万人民币，知道没？坚持。只要坚持就会胜利，啊，我就会努力这个收红包，收到50-60万美元，我就够过了，知道没？